记者陈立言台北报道，日本夯团 AKB48 第50张单曲《11月的脚链》首周销量勇破109.5万张，空降日本公信榜单曲周榜冠军。AKB48 自2009年发行单曲 Riva 连续37张单曲获得公信榜单曲冠军，累积冠军单曲数与歌后滨崎步并列第一名，而他们的百万单曲达成作品数自2010年的 Beginner 计算共有32张作品破百万销量，百万单曲连续达成作品数自2011年的变成樱花树起，目前已累积至31张，销量称霸女团 AKB48 第50张单曲《11月的脚链》首周销量突破109.5万张，华纳提供。最新单曲《11月的脚链》是渡边麻友毕业前的最后一张单曲，发行首日便突破百万销量。对于最后一支单曲的好成绩，渡边麻友兴奋表示，很感谢拿到了公信榜冠军，并达成连续第31个百万纪录，觉得很开心。笑说对于担任此次单曲的 center 所肩负的压力感到放松不少。接着他也特地感谢粉丝，今年就要毕业了，毕业后我也会和粉丝们保持着同样的心情守护 AKB48。 11月的脚链将于22日在台日同步发行。